欢迎收看史密斯先生的频道，我是史密斯先生。今天要来为大家刮一款刮刮乐，这款刮刮乐的名字叫做幸运开奖机。幸运开奖机，幸运开奖机并不是一个创新的玩法，在好几次以前，台彩也有发行过这样子的彩券，只不过今年的底色是改成红色的。它的玩法是这样子的，只要在下面的幸运号码区出现的数字上面有符合的数字，即可把它刮开做一个记号。那如果说每一局的中奖条件符合的下面幸运号码的数字，就可以得到对应的奖金。我们来举一个例子，比方说第一局一个十五号，在下面也有一个十五号，就是符合它对中一个号码，在第一局对中一个号码就可以中200元。在第二局的条件当中呢，对中一个号码就可以得200元，也就是说无论你刮43号还是30号，一个就是200元。而对中两个号码都在这个第二局出现的话，就可以得到500元。那第三局的话呢，它要对中两个号码，也就是说任何两个号码就可以得到500元。但是如果是三个号码的话，就得到5000元。依此类推，最多的话就是6个号码在这个第六局全中，就可以得到200万元的奖金。当然的话，它也是有一个比较有趣的，就是说每一局都是可以合并的。像是说，它这里面奖金结构有1500元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是第二局中500，第三局也是中500，第四局也是中500的话，就可以兼并兼得获得1500元的奖金。好的，说了这么多，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来刮了。第一个是40号，40号没有出现在这里面。第二个是5号，5号也没有在这个方。第三个数字是12号，12号也没有出现。第四个数字是42号，42号也没有出现在这上面。第五个数字是34号，34号没有出现在这上面。在第六个数字是25号，25号在第五局这边最右下角地方一个25号，我们把它刮开做一个记号。第七个数字是14号，好，我们看到一个 P 了，这可能没什么大奖，因为如果是大奖的话，它第六局每个数字都会出现。好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是要刮干净。第八个数字是35号，第九个数字是27号，27号没有在这上面。第十个数字是29号，第一个数字是38号，这没有在这上面。第十二个数字是17号，也没有在这上面。好，我们把它刮干净一点。第13个数字是13号，也没有出现在这上面。第14个数字是08，也没有出现在这上面。最后一个数字应该是没有最后一个数字。我们再稍微看一下，还有一个数字是31号，31号的话在第五局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把它全部都刮完了。我们来稍微看一下，在第四局的部分只出现一个号码，并没有两个号码这样子，所以这个是没有中的。然后呢，第五局这里只有出现两个号码，并没有达到三个号码的条件，所以也是没有中的。第六局的话，它也是出现了三个号码，结果没有达到刮到4个号码的条件。那让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代码，这代码是 T2P，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中奖代码，所以这一张就是做公益，小小的做一下公益了。好的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一个呱呱的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